上所有的朋友，首先第一套商品，这是华歌尔的清透剂型袜。我想最近如果你们有在看电视广告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这是我们最近广告主打的商品。这个颜色是清爽蓝的色系。那么清透剂型袜一共有四个颜色，在今天的活动现场，我们也会一次为各位展演。清透剂型袜它最大的特点在于罩杯使用的 3D 立体透气棉。什么是 3D 立体透气棉？各位朋友，这个必须要你们待会呢来到柜上的时候，直接去触碰内衣里面，你去压一下，你会发现这个 3D 立体透气棉呢，它的触感跟以往的内衣的里面的衬垫不太一样，它是非常的舒适的，而且又透气。另外，松紧带还有肩带使用了超细纤维织造，它的触感非常的好，而且更加的舒适，轻柔再升级。所以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清透剂型 bra 这一次广告的主打 slogan 叫做“让性感透透气”，所以它穿起来给你一个非常性感的胸型，但是它不闷热。它不紧绷，我们说夏天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炎热，所以第一个刚刚提到采用的是 3D 立体透气棉，所以即使在炎热的夏天里面，你的胸部一样是维持非常清爽舒适的。另外这一款清透剂型 bra 也是采用华歌尔的剂型钢圈。如果你有长期在关注华歌尔的内衣，你会发现我们有许多款的内在美采用的都是剂型钢圈。剂型钢圈它可以记忆你的胸型，随型不变形，穿着起来更加的舒适。色系，时代蓝的色系，我觉得是非常时尚的。其实你远看会觉得，有点像黑色，但是仔细一看会发现它是比较偏深蓝色的色系。那么时代蓝的色系呢，又可以完整的展现整个罩杯上缘的蕾丝图案。另外，我们在罩杯前中心又点缀了一颗非常漂亮的钻石，让你的视觉焦点更加集中。清透剂型 bra 的色系，刚刚提到总共有四个颜色，我们现在已经走到第三个色系了。前面包括了有清爽蓝、珠光紫，以及你现在看到的时代蓝色系。每一个颜色呢，都可以带给大家不同的视觉享受。所以，如果你试穿以后，你觉得这件内衣很舒服，我建议你可以买两种颜色，一个是浅色的，待会我们有一套叫做浸透菇，你就可以看一下。在夏天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必备一套浅色的内衣，因为第一个你会穿比较素一点、比较浅色的外衣，这样浅色的内在美它不容易透出来。那再来黑色的，我觉得也是必备的，比如说这一个时代蓝的色系，它是比较深的颜色。这也是很棒，因为呢，你看哦，黑色的内衣肩带，你就算有一点外露也是很 OK 的，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性感。所以我们有四个色系让你选择，你可以一次包色，你可以选择两个颜色带回家。那最棒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清透剂型 bra， 它穿着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舒适，非常的透气。所以我们就说清透嘛，而且要让你的性感透透气。最主要呢，就在于罩杯里面采用的是 3D 立体透气棉。那这个 3D 立体透气棉，我看过它的切面，它是真的是非常透气的。那压起来也是非常的柔软舒适，这个手感非常好，跟以往我们触摸到的其他内衣的衬垫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每一场都会请在场的所有女性朋友哦，都可以待会来到专柜上面，好好的来感受一下，可以摸一下整体的触感。接下来就是要有一种很舒适、没有压力的感觉，所以现在登场的这一款，它就是无钢圈的内在美。它虽然没有钢圈，但它一样可以帮你维持一个非常完美的胸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创新设计的 3D 树脂软圈。那么这是新型的树脂柔软支撑片，它内硬外软。所以因为有这个新型的树脂柔软支撑片呢，它就可以去取代过去的钢靴，同样可以维持你胸部的立体感。那它最棒的就是它没有束缚，没有压力，穿着起来非常非常的舒适。
那么这一套商品它有还有素面的款式哦，在我们的柜位有展示，它有素色的肤色以及素面的黑色。那有些朋友会觉得，哎，我想要我的内衣罩杯上面是比较缤纷的，比较色系，在罩杯上圆点缀的是花朵的图案。另外搭配下半身的小裤裤，你会发现蕾丝的图案以及花朵的图案来点缀，整体感呢是非常的清新，非常的甜美。所以如果你是喜欢没有钢圈内衣的朋友，就可以选择这一套款式。而且它整个材质啊，摸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。那它其实也算是无痕设计的，所以你穿着起来再穿外衣呢，也是不露痕迹的哦。这一套呢，我个人也是非常推荐的。那刚刚我有提到，我们在专柜还有另外两个颜色，欢迎女性朋友待会活动结束之后到华贝尔的专柜来好好的看一看。另外呢，我们在母亲节档期优惠资讯分享给大家，今天在华贝尔消费满3800，你就可以获得一张刮刮卡。这一张刮刮卡是怎么刮都有奖的哦，可以省300或500或800，最大奖就是800，省800非常的多。我们一套内衣也才一件内衣大概1000多嘛，所以看你选哪一件，1000多，然后加上小裤裤，顶多2000多，然后你又折了800，多划算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只要你有买3000，商品呢同样是无钢圈的减压胸罩。还记得吗？我们刚刚走了一套无钢圈的减压胸罩，那么这一款也是哦，不过它在整体的外观设计上面又不太一样了。好，这是暗夜黑的色系。无钢圈的穿着呢，就是可以让女性朋友没有压力，没有束缚。那么这一款内在美呢，它在前中心使用的是网状纸身素材。那这样的网状纸身素材可以让胸部穿着起来集中又有型。再来就是呢，我们采用了折霜网布的弹力提托，而且侧推机能也是非常好的。另外我要提到就是它下罩杯的部分，下罩杯呢，待会你们一样到柜上去看一下，在罩杯的内缘呢，它是有做一个提托的效果，它里面有一片提托衬，所以它可以把你的胸部往上拉提，往中间推，所以虽然它是没有钢圈的，但你穿着起来整个胸型的效果一样非常的完美。那如果你想要加衬垫，可以，它里面是有假带设计，可以自由增加衬垫哦。对，罩杯的外缘呢，采用的是柔和的双色蕾丝，呈现出舒适无压的氛围。精致的双色刺绣蕾丝，以及罩杯两侧的折霜设计，让你穿着起来侧推又集中。另外最棒的一点就是，我们采用的是吸湿排汗的透气网布。所以我说啊，夏天真的很闷热，你一定要拥有这样吸湿排汗的透气网布，穿起来透气、清凉又舒适。那这个颜色呢是暗夜黑的色系，在我们的专柜里面还有另外两个色系，也欢迎大家待会有空的可以在柜上来看一下，挑选你自己喜欢的、觉得适合的色系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无钢圈减压胸罩，所以我们呢就走了两个系列不同的无钢圈减压胸罩，待会大家就记。好，这个款式是我们大 V 美背的款式，采用420单宁高弹力金边布，以及大 V 背的后中心加高剪裁设计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背部线条做得非常的漂亮。同样可以抚平背部的多余赘肉，让你的身形更加完美。下罩杯里面有提托撑片，可以加强侧推支撑，提升安定力，让胸部挺直集中。而且各位有没有发现，摩奇 S 的内在美呢，它的鞋侧都会特别加高哦，高鞋双碰的设计可以加强侧推，修饰鞋侧的赘肉，所以可以让你的视觉效果看起来身形是更加的完美，更加的迷人。这款的小裤裤呢，裤底部采用的是丝蛋白加工素材，所以穿着起来亲肤又舒适。好，这是我们摩奇 S 的双皮。登场的是华歌尔集团的沙威品牌，沙威样材好爱线，这是晴空蓝的色系。
在整体的设计上使用的是双色蕾丝，加上特殊织法的花朵，拥有丰富的层次组织。它的底色是晴空蓝的色系，但是它又搭配了桃粉色的蕾丝，所以这算是非常跳色的异色调搭配，但整体搭配起来呢，效果是非常吸睛的。这一款内在美采用的是外露式肩带，使用多层次的清透蕾丝肩带设计，所以不管是内搭外露都非常的美丽。另外采用的是直立式工法 Eluku 丝棉里打三片结，穿着起来透气又有弹性，而且最重要是你的胸型非常的浑圆有型。另外 W 提托衬的设计，它顺着肩带的方向提托，柔软舒适，温柔侧推，它可以补整外扩的体型，让你胸型丰满集中更有型。采用的是斜边双泵的设计，斜边双泵呢，它的支撑性加侧压强，所以呢可以让你的视觉效果身材线条更加的苗条。另外在基侧采用的是100%的纯棉素材，所以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，内衣穿着一整天十几个小时，这个亲肤舒适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们采用的是100%的纯棉素材，穿着亲肤又舒适。同时我们也采用了西施排岸的网状金边布料，所以即使在夏天里面穿着呢，一样非常的透气，不闷热。背部线条采用的是 U 背设计，所以穿着起来更加的安定，都可以穿着的。这算是家居服，但是它比较性感一点点的睡衣。这一套款式呢，设计起来你觉得它还蛮华丽的，但是又很优雅，在家里面穿着它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舒适。采用的是拉歇尔蕾丝，这样的蕾丝呢，它有轻薄的特点，同时柔软的手感非常非常的舒服。另外宽幅的裙摆，网底采用双色刺绣蕾丝，整体质感华丽。那它里面是有罩杯的哦，所以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穿着它，非常的舒服。那早上起床你在家里面行走活动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直接穿着，甚至就套一件这个外搭衣或者是外套就可以了。所以这是你在家里面可以非常舒适穿着的家居服，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当做睡衣来穿着，因为它材质非常非常的舒适，非常的轻薄，而且手感也非常的柔软。那么这个颜色它看起来是非常有质感的，它是肤色金的色系。再次跟在场所有的好朋友以及刚来到现场的朋友分享，等一下呢可以跟一日店长安妮和开开立德，那只要你有消费满一套内衣，在我们华歌尔的专柜1000元以上就可以了，所以你买一套就有1000元了，你买一件胸罩也有1000元了，所以非常期待今天华歌尔的一日店。